这游戏真好玩哦！对，就像当初欧西里斯卖给了史莱姆，我竟然知道你在讲什么。我那一集我有看，我还是看漫画的。卖出被动复制一个，当你有玩具时啊，算了，走吧。母什么？我没有讲，你不要害我。我刚刚发现讲话不对劲，我说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讲出来，不能讲出来。好了，不要，我用海马好烂哦、喔，海马好烂哦、喔。我觉得茄子还是比较好用一点，奇特的香肠。哎，我就是那个被操纵的傀儡，然后不断的用着欧西里斯天空龙的召唤2000的那个攻击，不断打的史莱姆，然后又不断的抽卡，把自己抽到干的那一种。我操！啊，完了！啊，亏低，会召唤出来的东西给自身食物效果，给自身。我等下来看一下。松鼠，这个，你给我的啊，打个好恶。这个，好吧，算了，再开一个。哇哇，来玩玩具吧，大家都玩玩具，我也要玩玩具。没有玩具很可怜嘞，没有玩具超吃亏的。对啊，啊，招雷弹啊！对啦，招雷弹啊！突然忘记那是什么东西，反正就是扣2000嘛，我记得。反正就算你伤害超过攻击力2000以下，直接破坏嘛，2000以上就扣2000嘛，妈、啊、超强！因为游戏的音乐是买梗，不是效果吗？没有，就感觉差不多了，就觉得那个气氛氛围到了，有没有？音乐可以下去了。我认识巴斯，你就是那个人偶吗？我突然忘记那个名字，就是那个人偶吗？有的，我刚刚就输在一个网球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刚开局 ，OK， 轻轻松松。好，欸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现在这个游戏大家都知道时间了，开局的时候人数都会少，然后大概快要结束的时候人数又会多回来。已经换下一回合了哈，好，转一下，有这个有晕倒的蜜蜂啊，玩长颈鹿吧。然后玩具加2，卖出啊，加2，哦，加5。Giraffe， 哎，那你要强化谁？你跟我说，选择一个一阶层的玩具，指定，加3攻击，减1生命，长颈鹿补一下，对吧？天空龙每一局都输，不是吗？我记得没错的话。直至战斗结束，这个先不用。所以我要食物被动技能，供应此食物被动啊，就是我可以装被动上去了，之后可以花一块钱买回来，感觉没什么哎，对啊。那有哪一只需要它啊？我放出，算了，反正现在这边我应该都会卖掉，不急不急不急，不急不急。啊，真是个好玩的游戏。一个礼拜来一次，我就脑袋就爆炸了。每一局都不同。花栗鼠，哦，对面已经在囤了呢，你已经在囤气球了。哇，哦，干宁老师差一滴血。哇，商店中最左边，移除。没有 ，OK。我怎么觉得这一局有点不优啊？我觉得这一局有点不优啊，对吧？天空龙我觉得很惨的，他在整部游戏网里面都很惨，没什么大当主角，反而巨神兵比较神。老虎、犬犬、苍蝇、鹤、猩猩，感觉这样会很扯。哇，我好想要弄出来哦！
猩猩六星，老虎六星，犬犬六星，苍蝇六星，哎，这全都六星哎，鹤是五星吧？哎，六六，早安，刚睡醒，开到早上五点吗？不会不会，相信我，绝对不会开到早上五点。然后我快输了，不是吧？没事，我有一只小松鼠在，小花栗鼠在，还好我的花栗鼠一滴血扛住了。第五回合没有东西。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？好，再来。哇！哇！啊！哇！就这样，完了，完了。有点慢咯，我觉得有点微咯，有点小微咯。翻开覆盖的陷阱卡，那你我觉得游戏网我只看一而已，虽然说我没有玩游戏网，但是我看一看得很爽。这种上去如果要 DC 我失败之后他就消失了。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都没有消失，你们都没有消失过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在我的眼里，你们都没有消失过，你们只是没有见到面而已，对吧？巨神兵至少是神欸，还被海马拍出来欸，至少变成迷因了，直接活体硬卡，欸，啊的大蒜直接挡住我的那个，啊呵，啊呵，啊呵，啊完了，啊完了，我觉得到第五回合了。我什么都还没有开始，我怎么觉得有点危险？啊呵，先给你吧，长颈鹿，完蛋了，完，哦哦哦哦，再一次吗？还有机会吗？可是我现在没有那个呢，嗯。嗯，还能起舞吗？对啊，哇哇完了，我、哦、完了！哎、欸，表，你要宣传什么？啊、哦，你说那个 RO 什么十月五号还是四号开新是不是那个吗？哎、欸，你顺便注明一下，这是新世代，不是新世代啊，《仙境传说》新伺服器好不好？不然的话，别人会觉得你在洗版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是什么东西？要不是因为我知道，我来给你报道了。嗨，剑红，早安！青眼白龙跟黑魔导都有用过神之卡当做祭品召唤，人生赢家。人家是主角嘛，不一样，主角的主角卡、啊，你知道吗？我记得是有用过那个巨神兵召唤出那个青眼白龙啊，这个会有影响。哎呀，完了啦，剩两滴血啊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只剩两滴，来，完了，我就要狙嘞，这一局没有我的事了，真的。这一局没有我的事了，先冰起来吧。算了，完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好想活下去哦！我好想活下去哦！怎么办？辛苦我们。怎么办？我完全看不到胜利的契机，怎么办？90110，你开的吗？我们的 Ivan 人多，很人多，没事，死了直接开新局。不要，我想看到底，这样我才可以有一支片，你知道吗？开新局我就要重新再录。我这个人我不录，就是我赢的那一局的，就是我输了也没关系，我输了也没关系。对，我好想活下去哦，我好想活下去哦。哎，这一局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啊有有有有有有有这个蜜蜂，哎靠背，我把蜜蜂被自己阴啊！甘霖老师，甘霖老师，甘我那只蜜蜂把自己给阴死了，
我没有那只蜜蜂，我就过了。啊，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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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干，剩一滴血怎么办？剩一滴血，要给活吗？这活得下去吗？啊，靠北啊！啊，我应该反过来啊！啊！啊！最高阶层的宠物。我有点忘记海豹是只要吃就给他，还是……哦，他要吃到了。啊，怎么办？好啦，我觉得这一局没了，真的。这一局应该要没了，真的。哦，该死的蜜蜂，哎，来吧，上吧。一 ，OK， 哦，又坏掉，重新载入。这礼拜是要去夜唱哎，第一次吗？阿嘴，玩玩看，二十个爱心，你说二十条命吗？这自己玩怎么赢不赢没关系，只要精彩水之片就够了。没错没错，我什么时候死了没关系，重要是结局发生什么事情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谢谢谢谢谢谢，让我可以再多一条命。爱松达，早安松达，早早早早早。别 ，OK， 好，一个松鼠。哎，这么快就给我了，可是我也要再撑两回合哎，怎么办？啊靠！我刚刚不应该卖掉了。干！完了，完了！有没有返回上一栋？有没有返回上一栋？完了！我还在撑两回合哎。哦，哦，哦，啊！甘霖老师，怎么又是你啦？哦，没事，哦，好险，我有带一只。哦，哦，哦，刚我怎么一直在叫？啊啊！哎，这个松鼠给他的能力，该不会只获得加二攻击吧？如果获得加攻击的话，我要给长颈鹿欸。问一下大家，指定回合结束的时候，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子？然后卖出，然后喝，哦，哎，这次还不够强，我有爆欸。战斗中重复使用，前方队友受伤。哦，まさか！我的想法很美好啦，但是我怎么觉得我撑不到？你们知道我想干嘛吧？你们应该都知道我想干嘛吧？你们应该都知道我想干嘛吧？拜托拜托！啊，完了！哎、欸，我、哦、这边有一个，我、哦、看这是鲨鱼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我、哦、看林老师，操你妈！哎、欸，不要哦哟！哎、欸，为什么他有三只海豚？为什么他有三只海豚？
哎，算了算了，来吧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吧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吧。一样啊，我们先看血量最多的。手电筒怎么买出来的？那个轰鱼，轰鱼，轰鱼，白鲟的能力，它可以叫出三只海豚。哦，哦，哦，被搞了！干，我以为想说平手，对方的主力这一波的主力是龙源。战斗开始，宠物则获得加四攻击力，每回合生效一次。第一次去，而且我没去过 KTV， 真的假的？那就看看你适不适合、欸。我也是以前去过，然后会，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 KTV， 对，我是这类型的。哎、欸，你可以尝试看看，哎、欸，反正凡事都尝试看看。我也是去过唱歌，去过夜唱之后，发现，其实我不是很爱 KTV， 对我不是很爱，不是很爱，但是也不会反对啊，但是要我主动去不会。好好的玩，开心的玩。好啦，这个用哦，鹤的流派，鹤的流派，而且他用豹、欸，哎、欸，看他用老虎败配白鲟，等下就四只白鲟哎、欸。真的假的？不是吧？哎、欸，你这队有点屌哦！来，现在时间还很多，我们等一下再放音乐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位观众想做什么。原来现在是三只啊，因为他说等级一嘛，等级二是两只嘛，等级三三只，所以如果他等级二、等级三的话，就变五只哎，五只白鲟哎。我现在比较喜欢看到鹤上去，所以像追瓜牛在灌这只就对了。哎，来吧，我们期待期待一下。刚炸了，什么东西炸了？然后是我没有正常的去过，都是陪朋友去，没有正常的去唱歌嗨，这就算去了，只是去的过程是怎么样子而已。我是没有很爱，我是没有很爱唱歌。对对对，你要我去聊天干嘛都 OK， 但是我就是不会想主动，哎、欸，我们今天去唱歌好不好？不会，我从来不会，都是别人约我说，哦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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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白鲟，可是。哎呀，可是他刚刚直接突破了那个那一只龙源的防御啊！那一只龙源没有受伤啊，有受伤才可以，所以龙源的血量要跟上去啊！龙源的血量要跟上去，如果龙源血量没有跟上去的话，很危险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然后这个是减一血，加三攻，减一血加三攻。哦，他选择把老虎卖掉，放猴子，喝换前面花钱，有一只红鱼，可是这队没有那个飞鼠，有甜瓜，有胡萝卜，红鱼，哦，他还可以再撑两回合，他绝对撑得住两回合，然后还有四块钱，他怎么做呢？其实这个时间点他应该已经做完了，我们只是在复习一下，丢一个寿司，三个吃三个吃，结果我们的龙源没有吃到，有一点小亏。如果等一下再对到把龙源一口气干爆的，会很痛。那稍微换了一下位置 ，OK，OK，、OK, OK, 哦、回合结束时哦，要有召唤他才会加神，加神就对，加钱就对。他这队用臭鼬。臭啊，就99%血量那个嘛，对不对？我也是、欸，唱歌完全不会想去。神可以用河豚很好破盾，神啊，就50/50，哇，被突破了，哇，这个被破了，有一点可惜，哇，这边哇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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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，他只要等那条龙源起来，他还在等那条龙源起来，哇，可是刚对方攻击已经加到38嘞，他血量现在29，很危哦。有点微，有点微。红龙源的效果是效果，我刚讲这样子吗？啊，不然就是换甜瓜上去吧，就它本身也要有一颗甜瓜，对，本身也要有一颗甜瓜。哎呦，他放了，然后两块猴子锁起来，还有两块钱，哇，三只猴子。下一回合至少这一只应该会上去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一只会上去。等一下这个爆掉，这个哇，是怎样？然后又一个甜瓜，哇，这根本就是甜瓜的战争啊！这一局根本就是在玩甜瓜啊！对啊，他没有召唤的话，那一局就
他就不会加攻击力，就不会加攻击力。然后是我是当初新生活动那些小队一起去的，包含队服学长姐，香，好好表现自己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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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起来有起来了！只要没有被带走，他的每一下，以目前为止这个攻击，我都是神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，歪叉，早安歪叉，歪叉差不多这时间，猴子开会，猴子三大猴子，靠腰。有了有了有了，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，他熬过去了。轰鱼卖掉，然后猴子升级哦，直接灌欸，加三生命值加六，直接加九滴，然后熔岩又有，还有欸，他在抢有必要吗？都五十五十的角色了，好像已经没有必要了，对不对？哦对哦，哎，都这个啊，那不就每天都上班，这样也很硬欸。三道猴子。晚上好 ，KYO， 早安早安。哇，那等一下下一局有点尴尬。那这样的话，这只满呢，要换哪一只上？还要再就可以再养下一只啊。只不过不知道下一只要怎么养就对了。现在这只四八四八嘛，应该是打不死的。它至少有鹤龙远哦。我知道了，干，我知道老爷的那一套了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玩得出来。其实他现在只要把鹤给他升到满，他就等于是、欸，其实也不太行。对啊，但是如果面带50/50的话，50/50的话，好，舒适的脚，我看这里，看等一下，青龙流哎、欸，哎、欸、靠背，哇这个青龙流，哇哇哇哇，我是不是，哎、欸，老样子老样子。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这位出事，这位出事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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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老样子，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，又要来了又要来了，我们来看看那个双龙吧，我们来看，没有，我就选我输掉的那一局的最高分，哎、欸，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，这样最安全，最我也没有要赌奶，没有要干嘛，我们就看我输掉的那一局的最高分能够扛到哪里，或是直接打赢。我们的龙源有没有办法？轰雨，他叫轰雨吧？他不然叫什么？这样是我讲错吗？鹤给他上去，每回合生效两次，这嘴决斗了，决斗了，再决斗，再决斗了。哎，简伦，谢谢简伦的12个月戴帽子了，就是就是。哎，同学，你这12个人呢、欸？哎、欸，16个人呢、欸？我要看到那个会影的几率反而比较难，好吗？小恶魔，这个是 Benson 是哪一位 ？Benson， 我也在叫你哦，靠背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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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！哇，欸、就算是鹤也没有办法，后面还有一只超级大的花栗鼠。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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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的普通的东西倒了。普通的东西倒了，没事没事，我们还能再看。来，我们再挑一组，我们再挑一组。哎，同学，有我们来看那个龙，龙派，一条命的龙 ，VS 两条命的。哎哎，没有了，没有没有双龙了，这是青眼救急龙，三条三等啊三等啊。我们的青眼救急龙在这一趴，哇靠，他养成。他把龙养到了三小，然后派出了一只苍蝇。我们这个青眼救急龙行不行？青色救急龙。可是救急龙本身的能力在战斗中没有用啊，只有在战斗前有用。它是，哇哇，真的不管选哪一只。欸，这完全是数值碾压欸，这只企鹅是帝王企鹅。哎呦，有机会哦，这个龙，这个龙，啊，元宇宙，元宇宙没有了，那个真的太硬了，真的真的，后来就算了，就算了，就算了，对吧？欸，绿色的龙，青眼，青色的龙，青色救急龙，还在洗等级，哇靠！太神啦，太神啦，这个人。
欸，这个人的牌组好到一个夸张欸，这个真的太夸张了。还有巧克力，他在卖掉。欸，他有三块钱欸，再拿苍蝇出去。补前面，我们的龙血量也五十了。哇，这个人的牌组太神了，看这游戏王本人吧。请问你叫亚图姆吗？怎么拿到这种牌的？哇，这个臭鼬，哎，还没升到三，有点可惜。哇，这个没事没事，后面还有两个神，这要怎么打？这要怎么打？你打掉了两只神，还有一只帝王企鹅。哇，这个龙猥琐成长哎、欸。完全不知道他发育成这副德性，哎，超猥琐发育，哎，超猥琐，哎，猥琐到一个不可思议，哇！